医生，你看他还有救吗？伤口有点严重，需要麻醉治疗。赔钱货，乱打架还要我花钱？给狗绝育会变温顺。啊，那就嘎了吧。没了蛋蛋还这么精神。哎，小心别扯到伤口了。还乱叫，快滚回去。走呀，小狗。绝育是你主人的意思呀、啊、今天居然没见到大黄，还有点不习惯呢。哎，那不是大黄吗？这狗怎么在这里啊？他主人把它卖我了。什么？想救他？你把它卖给我行吗？行，1000块拿走。你，我给，小心遭报应。哎呀，又救了你一命，我这都被你骂出感情了。以后跟着我吧，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。跑了3次，这3次跑回去你连饭都没得吃，你跑回去干嘛？记住了，我现在是你主人了。